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所有的人都站出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候选人。你有在选，你的家人当然要帮你，但是你没有在选的时候，你的家人还是要站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次我们要真正改写历史，我们要让侯友宜的选票赢过民进党的选票，超过历史的记录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要告诉全台湾的人，中国国民党在新北市的表现是第一名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最近在全台湾各个地方浮选，每一个地方都去看，包括台北市。我跟各位说，现在台湾最进步的城市叫做新北市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真的记得最清楚的就是，我在做县长的时候，我在选县长的时候，大家都告诉我，我们是二等国民，因为我们预算比不上人，我们的建设比不上人，我们所有社会福利比不上人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比不过隔壁的台北市。所以在我任内，我做一个国民党的县长，我就实现我竞选的诺言，要让台北县升格直辖市。我们做到了没有？做到了。我当时说，我们的预算绝对不能输给台北市，一定要跟台北市一样多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我们做到了，我们的预算有1600亿，跟台北市一样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朱立伦做了8年的市长，做得好不好？好。侯友宜做了4年，做得好不好？好。这就是中国国民党全心全意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打拼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次的选举，侯友宜市长算是稳定，但是我们要让他大赢。所有的议员的选举，跟各位报告，还是不稳定。尤其我们新泰武林这一带，我们的议员选举还是不太稳定。所以大家回去一定要支持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，好不好？好。让我们的市议员全力打，好不好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区在过去大家是认为最落后的区，所以国民党在这几年在这个区全力的大力的建设，我们现在这个区已经不输给任何一个其他新北市的区，甚至我们这个区的发展也可以比过台北市许多的计划的地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各位说，这一次我们真的要争气，我们一定要加油，因为中华民国下一届的总统大选就看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看我们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这次打下基础，让民进党输个痛快，好不好？好。下一次2024把总统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加油，谢谢大家。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小小一瓢啊，可是有大大的学问，里头有很多像是呢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，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，也是加分再加分。